3, 2, 1。各位 Vogu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星期二。Let's talk。送完 Dalton， 去上学之后呢，我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。这是我上海院毕业的功课，要交功课，有功课的。这是最近，我在念给 Dalton 听的英文书。The fox saw the mouse, and the mouse looks good. Come and have tea in my treetop house. 但是是英文版的，所以对我来讲要花很多时间。好，现在要来打电话，因为现在住得远，所以都是要用视讯来开会。有。所有的私人行程要做的事情都要在这边赶快把它做完。早上来买菜，菜就比较新鲜。大鸡腿在冰箱吗？大鸡腿，你看，我都知道好货在老板冰箱里面。八哥，哇，你要买什么？鲳鱼。你有什么新鲜的留给你孙子的吗？没有啦，就是今天来的这个。今天来的哈，啊，两只就不见呢。两个够吗？好，两只够，谢谢，可以了。菜市场大家都人很好。上次那个水果摊还叫我先唱歌唱 live 给他听，要去接 Dalton 了，拜拜。那你还喜欢吃什么？我们去吃巴古德好不好？老板，我直接点了，来，对，这个啊，哦，油条，是不是油条？来，妈妈擦手一下。来，多腾吃，等一下要吃饭了。来，两只手搓搓，手搓搓。哦，还没，妈妈剪。今天自己吃完饭就可以得到一个乖宝宝印章，你记得吗？好不好？哎，他默默的又伸出去了。哇 ！No， 不可以了，不可以，太多了。哦，你要给我的，谢谢你。我今天拿给妈妈，妈妈也很爱吃这个。什么事都可以啊，妈妈妈的宝宝。哈哈哈。好，对的，小恐龙有做这个。妈妈买 Ochazuke， 多天。来，这边是因为那个要让女儿有妈妈的味道，女儿喜欢吃那个吃台湾的一些家常菜跟茶泡饭。超级哦，这个不要，妈妈拿一个超级小的葱好不好？你帮妈妈拿一个。你不要买这个。因为没有人要吃哦。这个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哦，多特，谢谢你选的好哦，放后面。然后妈妈可以炸猪排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！这是什么？喂，都等你累了哦，走，我们去喝水好不好？来，啊，你自己走吧，老爸自己走几步。好，那你一二三跳，哎呦，好。啊，我现在回家了。傍晚每次都听到其他摊，他就很想念他的玩具，他很专心玩乐高的时候，我可能还可以逮得到时间跑步一下。你们看我怪怪的，我在跑步机上面，这个时候我就会看现在哪些韩剧啊，或者是哪些美剧特别的红。因为每一集都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我也差不多跑一个小时。如果挑到非常好看的戏，有时候不小心就跑了快两个小时，是不是很美好？太
集，到第十四集了。这 iPad 会挡住我的荧幕，没有关系，我只需要留卡路里，卡路里是多少就可以了。拜拜。通常，老公小孩睡觉才是我自己的时间，所以我就会找一个我最喜欢窝在那个放衣服的地方的这个角落。我从台湾买了一个这个合适的折叠椅，然后就会很舒服的在这个角落写歌啊，练歌啊。